慈社班跟着慈济志工浩浩荡荡前往护理之家。如果你要吃马蹄，破冰活动先玩捏马蹄，原来是按摩，真的有够疗愈。阿公笑得合不拢嘴。本来还很担心说阿公阿嬷他们会不太好相处，或者是气氛会很尴尬，但是开场之后我发现阿公阿嬷都很好相处，就觉得很开心。为阿公阿嬷精心设计的游戏也借着台湾地名与对应的名产勾起旧时回忆。来，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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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尼佛，谢谢来接谢谢，一到那几次你队伍来摆档，摆档的，动动脑，活络筋骨，感受孩子们的贴心小心。喂食布丁的过程中啊，我还有就是问一些简单的问候啊，就是问说刚没收低，然后还有刚没收大嘴，然后阿公他们都会给我一个客气的笑容啊，让他们去了解说，其实，长辈对我们来讲是宝，然后我们可以对他们互动，我们自然可以把这个互动带回家里，跟我们家里的老人家互动。有爱的地方是家，护理之家更添欢乐。台视新闻，郑世敏，志工刘玉芬、彭文达、黄崇明台北报道。